学生已经热热了，为了要让少年人注意自己的安全，警方将启动环保、监理和警察联合稽查，针对起起这些改装进行录检。警方表示，希望大学生不能因为一时的好耍，就来去影响到别人的权益。警方表示，这项环保、警察、监理联合稽查将会在暑假期间密集实施，来确保民众的安宁。那由于暑假即将来临，那我们为了要保护这个青少年暑假期间行车的安全，会针对这个重大交通违规来做取缔。那另外改装车辆，由于夜间的噪音也是很大声，影响居民的安宁。那我们也会结合环保单位、监理单位加强来取缔这个改装车辆的。那在这边呼吁，那行车要注意安全，勿闯红灯。勿超速，以维护大众行车的安全。也提醒家长，由于暑假期间，小孩子如果要骑机车出门的话，一定要特别提醒小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大多数的少年人拢介意家己爱车，甲别人无同款，因此拢会开袂少心思伫车辆面顶。但是嘛，一定爱考量到是毋是影响到别人，尤其是排气管甲灯光。改装进程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法令，避免受到处罚。新竹华新闻李明宏合璧采访报道。